天表演的是黄俊杰同学，来，欢迎。有魔界电影王封号的黄俊杰，青春阳光的样子深受大家喜爱，擅长舞台魔术的他今日在总决赛会使出什么绝活应战呢？赞赞哇，帅帅帅帅，哇，好有魅力啊，哇，选择不一样的耶，不一样的，上个礼拜，所以我说你们两个留下来是对的，回忆好高明的，那种回忆的题目有没有，多少会把他们限制，对对对，但是这个这一次是自己的这个长项，对对对，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才20岁，这么直接？20岁啊，20哦，姐姐喜欢，啊，有人喜欢你嘞。对，而且他表演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他好稳重、哦，好想爱他哦。但是老师们的角度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觉得再好，老师还是要评一评、啊。对对对，刘谦老师先请。这个很好。可是啊，还有可是吗？大魔镜四强决战，浓浓火药味，一把烧到张飞 Eric。怎么讲话讲？你不是要好好听下去？你没讲啊？这听过严厉的讲评以后，自己再去对探讨错在哪里，不好在哪里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觉得再好，老师还是要评一评。对对对，刘谦老师先请。这个好，喂，耶，很棒，可是太好了，可是啊，怎么还有可是吗？糟糕，没有可是，真的很好。老师鼓掌哎，真的很棒，太棒了。但是当然不是完美，当然不是完美，很好，而且不错。但是说真的啦，因为可能你之前你刚刚准备好之后，你没有去照镜子，所以呢，你的口袋有一截丝巾只是露出来的，有碍观瞻。我一直以为那是内裤拉链没拉，那拉链不在侧面，在正面嘛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大家每个评审都讨论，那旁边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无所谓，就是那不影响到魔术的效果，因为你不是要把它变出来，反正本来就从口袋里拿出来。嗯，只是一开始露一大截在外面，实在很难看。所以通常呢，魔术师在身上就准备好之后呢，会再去照一次镜子，看头发有没有乱啊，衣服有没有穿好啦，拉链有没有拉啦。所以你忘记做最后这个 check， 所以那个口袋那个丝巾露出来很难看。不过还是帅，帅帅帅帅，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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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。这个表演第一个印象就很重要。对对啊，不过还好你那个丝巾是，就是你等一下它是用拿，并不是变出来。对，变出来就是道具穿帮。哦，没错。哦，对。最可怕的不是，最可怕是鸟头跑出来。啊，什么鸟头？有一个鸟头出来就哎，一直在看。哦，那就是可怕。哦，那真的就会扣分了。这个意思是鸽子穿帮。哦，对对，鸽子啊，鸽子头不叫鸟头吗？对。罗宾老师为我们讲，因为现在北京奥运会正在举办中哈，我送给他们一句奥运名言：重要的在参与，不在取胜。好。对，我们的我想决赛就是我想他们舍不得这五万块。对，我想，他们参与了美好的大魔镜第三届哈、啊，真的。那我想黄琪姐最大的优点是她有明星的气质。哎呦，真的。就他们站在前面的时候，你看马上就有这个多少少女被吸引了。对。对也被吸引了，连老男都被吸引了。但是今天我发现到，各位可能发现到他紧张啊，很紧张，有点乱套，乱了套的感觉。对，可是看不出来。老师说他很紧张，我是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？因为他在上台前呢，他准备呢要转身看你们的时候，他还跟我抛了一个媚眼。啊呀，所以我看到，你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好的，这是魔术是一个很重要的本质，他要能够随时抓住所有人的目光。对，杀手，对，杀手，杀手级，杀手级的。你个人对你的这今天这套满意吗？我觉得算满意，因为这套我是挑战自己。还有跟自己挑战最困难，因为这个最后的这一句话，其实评审也会把它列入考虑之中。这是就是最后的印象跟这个自信分嘛。表演的非常精彩，谢谢，谢谢黄俊杰。接下来